贤齐将在7月23展开为期一周的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并由新生代嘻哈摇滚乐团 MP 魔幻力量担任专职乐手，旧曲新唱，期待带给世界各地的乐迷全新体验。首都和 MP 合作，任贤齐表示，接触到 MP 的时候，觉得说，这几个家伙看起来很像美男的那种团体哦，到底行不行啊？就一听他们音乐，还有就是跟他们合作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他们有年轻的那种热情，还有那种爆炸性的音乐力量。原来你觉得，我们跟五月天有什么不一样？对，更年轻一点。当年五月天我跟他合作的时候，我都说，小朋友，我就叫他们小朋友。所以我这次在跟MP 合作的时候，我其实有唤起以前我们大家在一起那种，大家在一起练团跟那种表演的时候那种对音乐的执着跟热情，在他们身上又看到了。儿子拍广告爆红，任贤齐却表示不会带他登台表演，还嫉妒地说：“学生都找我，其实他只是想要我儿子。”我忽然觉得我好像在吃软饭的那种感觉。对我来说，让他拍广告只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个纪念。台湾《醒报》记者陈新勉、李冠燕采访报道。